好了，现在赶紧回王二店里吧。呼，征服了他家真的好远啊，来回两趟累死我了，可算我体力还好。到王二店了，现在去地下室把它做成王二。果然确实长得很好看，做出来的娃娃也不一般，哈哈。好了，现在赶紧把它放到娃娃店里。放好了，现在等一些顾客来，多卖点娃娃吧，哈哈。现在娃娃已经卖出去很多个了，哇塞，竟然又有顾客来了，这生意太好了。老板，我想要那个森林仙子娃娃。好的，我现在给你去拿，好吧。森林仙子拿完了，现在赶紧给顾客。顾客你好，你的森林仙子娃娃已经拿好，但是有点小贵，总共10万元。啊，这好吧，我买了。呵呵，又赚了这么多的钱，现在赶紧把它们放到箱子里。等一下，对了，我有这么多钱了，不如去买套房子吧，赶紧拿钱去买吧。我比较喜欢古风系的房子，刚好我对面就有一套，赶紧去吧。我想要一套古风系的房子，一共多少元啊，老板？哦，这样啊，一共10000元，你放到箱子里就行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放好了，现在这个房子就是我的了，我现在赶紧参观一下吧。对了，现在还没有把娃娃卖完，我现在必须去娃娃店里把娃娃卖完。老板你好，我可是个富豪，现在我命令你把你们店里仅剩的两个娃娃给我拿下来，快点。呵呵，看来是个大客户啊，现在赶紧把这两个娃娃拿下来。好的，全部拿下来了，现在赶紧给这个大客户。顾客你好，你的娃娃我已经给你拿好，但是有点小贵，总共20万元。呵呵，你看不起谁呢？我有的是钱，哈哈哈。现在晚上了，有点困了，去我买的新家里睡觉吧。等一下，这怎么有个手办啊？算了，不管了，明天拿到店里，现在赶紧睡觉去。